人的爱。我妈咪，你要去菲律宾呢间麦度做嘢？系啊，你唔好吓我啦，你成五十岁噶啦，仲一个人离开美国去到咁远做嘢，你知唔知我哋会好担心噶？当年耶稣如果唔肯离开天堂道成肉身，我哋就唔可以因信称义。妈咪啊，你唔系耶稣啊嘛？阿女啊，我有耶稣噃，但系我知你孝顺。不过信服上主仲紧要过孝顺人啊！唔够你讲啦，你唔需要讲，只要为我祈祷就得啦。咁好啦，我会每日为你祈祷，同你一齐打属灵嘅仗。好。我终于来到马尼拉市郊的比利北监狱，这里住了很多重犯，他们的样子表面都很凶恶，但是我看得出他们的内心其实充满空虚和恐惧，唯有上主的爱才可以融化他们。不过在这里工作的确充满挑战。50423，有人看你。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的。我叫奥尔加。我理得你什么奥什么加？什么事啊？夏飞，我见你入了来这么久都没有人来探过你，所以专登来探你啫。做什么？可怜我啊？你不用旨意，我不用人可怜的。我不是可怜你，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啫。你笑乜嘢啊？我一直都冇朋友，我亦都唔需要朋友。你知唔知我点解入嚟呢度？我惊你听完之后啊，即刻掉头走啊！你杀咗三个女人，其中一个仲系你妈妈。佢唔系我妈妈，嗰个系贱女人嚟嘅，佢系贱女人嚟嘅。50423，做咩？跟我快入去。夏飞嘅眼神好似受咗伤嘅野兽咁。相信夏飞曾经受过好大的伤害才会这样，令我对他更加好奇啊，应该说是关心才对。每一日我都为他祈祷，求神预备他的心接受真理。又是你啊！你不要来烦我得不得啊？我只是想来帮你咋，夏飞。帮我？帮我乜嘢？帮我离开监狱啊！我想帮你摆脱罪的捆绑。你想帮我摆脱罪的捆绑？点摆脱啊？我的罪啊，永远都是跟住我。我是杀人犯，你知不知啊？我是杀人犯啊！冇错，你今世是杀人犯。但是在永世里面你可以有自由的。永世？永世是什么来的？人死了之后还有灵魂。信耶稣的人他的灵魂可以上天堂，不信的就落地狱。你知道吗？上主很爱你的，他不愿意你沉沦。爱？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。我妈妈因为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，所以我爸爸很不喜欢我，他觉得是我害死妈妈。后来他娶了个女人做太太，即是我的后母。这个女人也都很憎我，尤其是他生了小朋友之后，他对我更加恶劣。他越对我差，我就越对他的小朋友衰。结果他打我越来越狠，他试过吊我在树上面，不给我吃，还用水淋我。
后来搞到我肺炎，几乎病死咁滞。跟住佢又剃晒我啲头发同埋眼眉毛，等我唔敢出去见人，仲试过用火烧我只手。你睇下，达娜仲喺度。你爸爸唔知嘅咩？佢根本唔信我，佢听晒嗰个女人讲，话我自己整亲，仲冤枉人。所以后嚟，无论我受咗几多苦，我都唔会同佢讲。不过我知道，等我大咗之后，所有嘅嘢都会唔同，一切都会改变。于是你就杀死你嘅后母啦？系，我要佢受我曾经受过嘅苦。我将佢倒吊喺树上面，剃晒佢啲头发，用火烧佢。佢求我，佢居然求我放过佢。咁点解你又要杀埋其他人呢？因为佢哋似嗰个女人，我唔想谂起嗰个衰女人。恨带嚟好多罪，唯有耶稣嘅爱先至可以遮盖一切嘅罪，先至可以令我哋上天堂。我犯咗咁大罪，咁都可以上天堂？圣经话，世人都犯咗罪，罪就系罪，冇分大同细。天主一样俾机会我哋选择。夏飞，你愿唔愿意信耶稣？夏飞最后都愿意相信耶稣，成为我喺比利北监狱所牧养嘅羊。我喺呢度终于侍奉咗18年，接触过9000个囚犯，仲俾佢哋叫我做奥尔加妈妈添。我爱佢哋，因为天主先爱我。我信要是有热爱，多一点纯真，温暖便常在。世上有点爱，可增添你童色彩，心满是期待。天天奔跑似比赛，人潮内在寻找，欢笑心像无奈。追追赶，身心也斗志，期盼一天。俗世万千变，山关边望穷云中。
世间，充满这古老的爱。天降甘霖。